啊，慧琪嘞？我搁咧困啊，这个时间伊都还袂起来。哎，这个囡仔真正乖，加做个数啊吼。嗯。啊，你个箱号内底是底啥？哦，啊，这是我公司哦所有物件啦。啊，是啦，我今日甲头路死掉啊。哈？你甲头路死掉啊？啊，出来是要安怎？ 你妈妈跟我讨论一下，哎呦，我死就死，我一点仔准备都拢无。我即摆头路虽然收入无稳稳啊，也搁要饲咱几口灶，搁饲袂饱。所想想的啊，也是甲头路死死的啦。哎呦，厝内底钱拢无够用啊，你搁死头路？不是头路歹去哦，啊你要死头路嘛爱等到找一个新的工课，才来死啊，嘛也搁会赴的。<笑> 看你哦，去干呢啦！厝内马上就要离死别风啊！你搁笑会出来？我老实甲你讲啊，我辞职了，唔是临时想的，时间准备好啊。我明仔载特别去新的公司上班啊。啊，那我拢无听你提起。我想讲哦，等确定了后，再甲你讲啊。我无想要互你空欢喜。空欢喜？听清楚哦。 是外商公司，而且薪水是三倍，这么好！哎呦，你这倒呀，都将给我惊一跳。<笑>我就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呀。二叔，是的啦，这么多年，给你受委屈啦。我嘛是凊彩两年的啊。 日子嘛是同款的过，我看你遐尼巧，我这做人哎哟，现在真正是足艰苦的，所以我就就抓，我连要找一个薪水高的工作，我要互你，也顾紧啊过好日子。进前听你念要换工课，也准时来安慰我，原来你拢怕死啊！我已经过真济公司，是这间公司哦。 薪水上改观，虽然哦，待了有看法，兼顾相信以后的如何，我想要弥补你我对你的亏欠。你妈安尼讲啦，是你伫咧外口辛苦打拼，我甲囡仔才会当过安稳的日子啊。我顶都无安慰你，佮常常安尼说说了，是的啊。<笑> 咱卖互相过失礼啦，咱哦得互相鼓励，啊，互咱的生活品质咯。
啊，提哥，啊，互咱这家庭吼幸福美满啦。啊，你的新工课在倒位啊？在汤，啊，虽然有较远啦，严哥哦，逐工拢有请接送。以后我等下再出门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叫你起床，啊，我若无叫，你来替我叫。 三年啊，总算完工啊！若毋是你替我找到金主，够钱啊，才够是工地。丽华，真是多谢你。资金哦，是伫关键的时阵会当发挥作用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有即款的成果，主要是你的坚持甲毅力才会当成功的啦。阿祖，你真正足了不起的呢！无，了不起的是你的朋友，我甲伊无熟识。 已经冤家遐大笔资金，甲我来用，这份温情我永远记在心肝内。我知影你是一个捌讲话的人，啊，不过伊当初你的工地嘛是有趁钱啊，是你予伊的机会，另外是大家互相斗相共尔啦。不管啊，连我走投无路的时阵，谁出就甲我斗相共。那呢，你就是我的温情，林芳。 麻烦替我安排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想要跟你解释就是。伊常常出国走来走去，我唔知影伊今麦有伫个无。不要紧，我愿意等。我真正想要跟你解释就是。你一定爱甲伊见面哦。这是做人基本道理，敢不是？好啦，既然哦你这么坚持，我替你安排啦。就是。 你在底下？我来约朋友吃食饭啦。哦，遐尔拄好啊！啊，你朋友是？我的朋友已经来啊。嗯。原来丽华讲有亲朋好友就是你啊。是啦，是我拜托丽华吼替我投资你的土地啦。我今日寄转，所以我才想这个办法啦。素嫂，好啦，其实我投资这个工地吼，无其他的目的啦。啊，真简单是因为我对工地有信心。啊，虽然讲伊的地点无我较偏僻，也毋过其他条件拢袂歹啊。啊，结果呢，证明我无看唔对伊哦。素嫂，多谢你。你从明仔日点开始哦。 你著一直互我机会，常常伫我拄着困难的时阵甲我斗相共。我真正足歹势呢，因为除了多谢以外，我真正毋知要讲啥物才好。你毋通安尼讲啦，你毋通甲我说多谢啦。欸，我是一个生理人呢，生理人做投资，啊投资就是要趁钱啊，啊你嘛无我失望啊，对无？ 是我爱甲你说多谢，毋才对。啊，毋过咱拢无做伙工作过，你煞遐尔信任我。你哪会安尼讲啦？我有目睭会当看，我有耳会当听，啊，搁再讲啊，我对你有信心呢，对无？啊，事实证明，我无看毋着人啊。欸，我的朋友吼，搁像我多一个多遮尔啊大，等你要看我笑话呢。结果我赢，我投资赚着钱啊。 啊，我甲你说多谢，有啥物唔对？我真正讲袂过你呢。啥物你讲袂过我？
是我讲了合情合理。唉，不管哪讲，当初那不是因为你借艰难，根本就无得完成。那你外命运，就绝对跟今麦不同款啦。受伤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帮助我度过人生上大难关。咱来庆祝，工地顺利完工，庆祝我投资赚到钱，啊，我嘛希望吼，以后还阁有机会会当继续跟你合作。我希望以后卖阁拄着你啊。嗯，啊，你哪样咧讲啊？大概我拄着你，就是我拄有困难的时阵啊。后盖我若是搁拄着你，你表示讲搁拄着困难。妈，嗯，我来整理就好。等一下，我去市场啊，买些你们爱吃的。趁假日啊，帮你姐妹补一下身体。谢谢妈。啊，对了，待会儿冰箱的菜啊，拿出来洗一洗，摘一摘。嗯，好。月君呢？他不是说去逛书店，怎么还没出门啊？他在洗头发。哦。嗯、妈。嗯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瑞君，他不想读高职，想要重考高中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当初他不敢违背你，所以才考高职。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想要读大学的念头，所以才想要重考高中。说得这么轻松，想要重考就一定考得上吗？他以为在办家家酒啊？瑞君的基础不错。去补习班补一下，高中肯定考得上。家里的开销都是预算好的，没有补习费这一条。妈，我毕业了，可以开始工作了。瑞君的补习费我可以帮忙负担。读高职可以有一技之长，毕业以后可以马上工作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妈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既然你考到高职了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大学生就没有一技之长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大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？你别这样子，妈有她的考量的。上大学还要四年才能工作，另外大学四年的费用，恐怕也不在妈的规划里。我可以半工半读啊。我自己的学费，我自己负责的。就算是这样，妈也不会答应的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只要妈做了决定，就算我们再怎么反对，她也不会动摇。她就是那么霸道，从小到大，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，完全不尊重我们的意愿。我不管啊，我就是要重考高中，上大学。你的心情，我了解。但是我更心疼妈，她实在太辛苦了。就是知道她很辛苦啊，所以才要有高一点的学历，找好一点工作嘛，让她过好一点生活，以后不用再那么辛苦。我这样想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们家的环境跟别人家的环境不一样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妈都要一个人承担。只要有变化，妈就要提心吊胆。放心啦，我不会让妈丢脸的。我现在就去跟她讲。哎，你不要这么这样子啊！你现在情绪那么激动，你一定会跟妈吵架。那要我怎么办嘛？假如没有这件事，都照她安排去做。你不要
那么偏激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好好想想要怎么跟妈沟通。想什么办法啦？妈就连要骂错话也不一定会听啊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只有他可以说服妈。你是说？咱家三个囡仔哦，安尼吵吵闹闹啦，啊，真难得会当放暑假回去得啦。啊，咱将得着几间的亲友，哎呦，约会散步。跟约会散步嘞？啊，咱大伯出门，唔是去洗车，就是去超市买物件。我带你看，啊，大伯拢同款，啊，无一件无同款的，啊，一点毛拢无浪漫。免哪会啊？啊，奶奶。社会一天过一天，哦，就这样变老，这嘛是上浪漫的嘞。对，你上好讲的。我讲的是有根据的啊，啊，人咧讲啦，年轻夫妻老来伴，啊，平凡对上幸福的啊。嗯，讲了有道理。吉聪，多谢你。什么高兴多谢？阿兰要嫁的厝，就是因为这下苦好啊！你对囡仔的教育，真正足用心的。好的环境哦，会当影响囡仔一世人啊！孟母也为着囡仔换三间厝，咱才为囡仔换一间厝尔，算真好运啊！是啊，啊搬厝打包是家庭主妇的噩梦哎，啊我只要辛苦一摆，马上就幸运的啊！瑞君，瑞君，你去找你姑姑姑丈告状啊！你跟他们说什么？我不想读高职，我想要重考高中。读高职有什么不好？就跟你姐姐一样啊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每一个囡仔的想法拢无同啊，啊无你着听看麦啊，大家哦，再过来参详啊。读高中就一定能够考上大学吗？妈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努力用功考上大学的。万一没考上呢？我说会考上就一定会考上啦。妈，拜托你啦，我是真的很想读大学。哎，大嫂啊，我读大学哦是囡仔的心愿啦，啊，敢讲你要让伊失望？囡仔唔捌代志，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，我甲伊无同款的。我是伊的妈妈，我当然替伊考虑。读高职会当学一个专长，那你毕业以后，就马上找到工课啊。妈，阿哥，高丢，我倒来啊。静婷，哦，你看起来心情袂歹哦，笑眯眯安尼。我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考上台北商专夜间部。哎呀，静婷啊！恭喜呢，静婷，你有刚搞的呀？你怎么没有跟我说你要考什么台北商专夜间部？我之前不确定会不会考上，刚刚去学校看过榜单，确定考上。原来是有需要读那么多书吗？书读得多，工作比较好找啊。说不定我台北商专毕业以后，连王永庆都会找我去上班。静婷，你对家己哦就有信心了呢。真好，阿公佩服你。你这个孩子会不会想太多？不知天高地厚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读书。我自己的学费我自己负责。妈，我读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啊，不会用到家里的钱的。你们俩哦，拢足乖嘞，足捌代志的，啊，知影妈妈的辛苦，无想要增加妈妈的负担。大嫂，
静婷哦，甲瑞君哦，是上一个囡仔。啊，别个囡仔哦，在毕业读书哦，伊才要读。啊，这两个囡仔是无同款的，伊是哦，家己介意读的，你得替伊骄傲才对啊。是啦，伊是真足乖，拢袂互我烦恼啊。那安尼哦，你得放手啦，啊，互伊照家己的意思去做啊。啊，不过老师，得替我家己来讲啦，我会继续进修，就是会当升官机会较济，啊，我行的路嘛会较宽。你相信我，恁给我一次机会啦，吼。我相信董亚娜还搁伫个，看到因两个这么捌代志，这么打拼，心内一定会感觉足安慰的。是啦，你得先转因啦，吼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这个囡仔那么爱读书，因遐尔上进，无环境打败，其实我心内感觉真安慰。真欢喜，啊！不过半工半读，真正足辛苦的呢，我也唔甘啊。拢怪我，拢怪我无迄个能力哦，互伊有一个好的环境啦。妈，哎呦，大嫂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无人会怪你。静婷甲水君是体贴你呢。静婷，你自己好好考虑一考虑。如果上班跟上课没有冲突，你想要去念就去念吧。谢谢妈。那瑞君呢？你们每一个人都帮他讲话，我能够说不吗？如果我不答应啊，就是一个顽固的妈妈。哪来大嫂？啊！你著讲定哦。伊两个大汉啊，有家己的想法，我敢会当唔答应？我是无希望哦，伊将来怨叹我。妈，菩萨你啊！菩萨，谢谢姑姑，谢谢菩萨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帮我，那我最好了，谢谢。客气了。妈，嗯。没想到连补习费你都有办法杀价，实在是很厉害哎！嘘，补习班主任有说过，这是秘密，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哎呦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不会有人听到啊。对哈，我在紧张什么？妈，嗯，谢谢你答应让我重考。我知道你现在手头上的钱都拿去买了现在住的房子。负担很重，我既然我答应你了，那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，这笔补习费我还负担得起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准备明年的考试，千万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哦，知道吗？嗯，我一定会用功读书，考上公立高中的。嗯，妈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赶快去洗澡，早点休息。嗯。你干嘛？一直看着我笑，快去洗澡了。妈，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常笑呢？你哦，就这点跟你爸最像，常常逗我笑。那是好久以前的事。
你别难过啦。这个给你。这什么？这是我的薪水啊，我第一次赚的薪水哦，8000元全部交给你。你怎么不自己留着？你上班上课需要用钱啊。不用了，你给的零用钱已经够用了，我的薪水就交给你处理。婷婷，你长大了，妈妈真的没有白养你这个女儿。妈，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帮你减轻负担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很辛苦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辛苦了。不会了，不会辛苦了。妈给你说个好消息，细纸工地的房子都卖完了，等拿到尾款付给合伙人之后，这个案子就结束了。真的？那这个工地我们是赚还是亏？多少赚一点了，这么多年了害我提心吊胆，现在总算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。妈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妈不想再创业，那种精神压力真的太大，所以妈决定要去珠宝店上班，等事情处理完之后就可以马上上班了。太好了，妈你有一品店的经验，去珠宝店上班肯定没有问题。谢谢你哦。都这么晚了，肚子饿不饿啊？今天叫外真有点饿，书包还有点剩菜，妈热给你吃，你快去洗澡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长大了，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，妈能够为你做的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，所以请不要阻止我好吗？嗯。婷婷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帮妈照顾妹妹，照顾这个家庭，让妈妈可以放心的去工作。你真的是妈心里最大最大的安慰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虽然我们没有爸爸，但是你代替爸爸教育我们，你才是最辛苦的。不辛苦，为了你们再苦再累我都不怕。妈，没事啦，干嘛哭啊？好了，快去洗澡了，妈帮你热菜。好，谢谢。不禁赶来时峰回路长，闭着双眼也能感觉隧道口的光线。店的吼，甲你之前一个欧米亚个店有淡薄仔无同款呐。啊，上大无同个所在吼，就是阮店的干呐美饰品尔。啊，有用金仔做个啊，啊嘛用珠宝做个，尤其是钻石啦。钻石吼是阮店的上主要的商品。大家娘，你放心啦，我要来之前有做功课啦。啊，假使有啥物所在我做了无够好，才请你多多指点。你这尔啊巧着，相信我一讲吼，你就会晓个啦。多谢大家娘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你好。您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
叫我孙太太吧。啊，孙太太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我想看看别针。啊，来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坐。小心。孙太太，这两指胸针，您想要看哪一个呢？哎，这只好不好？好，您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孙太太，您看看，嗯，很漂亮。孙太太，这只别针啊，跟您衣服很搭耶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换别的衣服呢？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您会换什么花色的衣服，但碎钻啊，本来就是百搭的，无论是洋装啊、套装，或是正式一点的晚礼服，都很合适的。是吗？是啊，这别针啊还可以固定丝巾或别在帽上当装饰品，都非常抢眼呢。嗯，还这么多好处啊？不止呢，您这胸针啊是两用的，嗯，穿条链子啊就可以当坠子了，所以您买这个胸针等于多买一个坠子，非常划算。瞧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非买不可嘞。最重要的是您要喜欢。嗯，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，买了。啊，谢谢孙太太，那我帮你打包。好，这边请。谢谢。来，孙太太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孙太太今天有挑到喜欢的东西了。是啊，哎，你这位新店员可真是会说话。如果我不买的话，好像过意不去了。啊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说的是真的啊。没事没事，孙太太在夸你呢。谢谢孙太太。不客气。来，孙太太，这是您的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哎，老板娘，嗯，我现在想买一只红宝戒指，你要多帮我留意一下。没问题，你喜欢什么造型的？新潮点比较好。哇，你这厉害呢。孙太太哦，以后拢足好见的，你竟然有法度一出手就先赚一个500块聘金，看起来你真正是注定爱吃这道饭哦。无啦，是我较幸运啦，啊以后搁爱请你多多指教，多多照顾呢。无啦，咱做伙拍拼。嗯。饭快煮好啦，你们赶快去洗手，啊宝宝回来就开饭哦哈。哎，林管佩叔慧琴，赶快过来看，爸爸买了很棒的东西呀、啊！这么大的箱啊，你是买啥？好物件。什么物件啊？电脑。想做要买电脑？我咧当初要用的啊，恁呾公司哦要用的资料，存入电脑内面哦，真好用啊！啊，较水三个，若对电脑有兴趣，啊，提早接触，安尼嘛真好啊。囡仔还阁这么细汉，你是把你的囡仔当作是天才哦？好啦好啦，无急无急，我先用电脑，杀你囡仔房间。赶快去洗手啊！吃饭了，爸爸回来了，玩具都还不放下，快点快点。姐，以前星期天爸爸都会去山上骑车，今天怎么都不出去啊？他在房里弄电脑啊。哦，他一直坐在电脑前面，整天都不累，好奇怪哦。你快点写来，待会妈妈来检查，你写不完被骂，我才不管你。不公平，爸爸自己爱玩电脑，还说我们爱看漫画。嘘，赶快写来。
姐姐陪我玩。我功课还没写完，不能玩。妈妈陪我玩。妈妈在忙啦，你去外面玩，快点。姐，中午要学我的爸爸，爸爸喜欢什么？爸爸喜欢电脑啊。哦，对哈，我的爸爸喜欢电脑。电脑怎么写啊？妈妈，电脑国字怎么写？妈妈，妈妈，这些数学怎么算？你把算式写出来，然后先写成直式的。妈妈在忙啊，你去找爸爸，叫爸爸教你。妈妈，爸爸说他没空叫你教我。背除数等于什么？要先把商乘以除数。再把余数加上去啊！我咧无用啊！是囡仔功课较重要，还是电脑较重要？电脑干嘛要带？我不是玩啊啦，别搞我吵啦！你是创啥货啦？搞电脑关掉！你讲啊，出去讲啊！妈妈出去散步一下，你们在家乖乖啊。我带你出去一下。他们要出去散步了，你快写啦，不然扫到台风我就糟糕了。你挂电脑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最近派去，你知影无？派去才去修理就好啊，有啥物好大惊小怪？我咧处理公司的代志，你搞电脑关机，公司的资料会拢废去的啦。废去就废去，是这个家废去才重要，还是你的资料废去才重要？安尼话你也讲会出来，我是倒位哦，对不起你啊！你常常骂囡仔爱看漫画，哪能你嘞？你若要想看卖，你拍电脑的时阵是啥物模样？自从你买电脑回来了后，有闲你就坐在电脑面头前，你当时关心过阮母仔？我拼死命工作，嘛是为着你，为着囡仔，为着这个家庭啊！你若无感激我，搁你和我讲话，我安怎做，你才会满意啊？刚刚干哪你来付出，我拢无哦。为着囡仔，我放弃便宜的工课，全心全意照顾伊。啊，不过我一个人是有几只手啊，同一个时间爱办遐尼多代志，我干怎样会过来？你替我负担一个，干袂用的。你即摆你跟我计较就对啊。我无，我可能是希望。你讲话要有良心嘛，家要要求囡仔，父母爱做好模样给囡仔看，啊你嘞，家要做歹模样。你们回家吧，我不要，我要等妈妈。不听话，告诉爸爸。走啦，不要看了啦。我不要。既然我伫你心肝内这么歹的话，看你以后是不是考虑哦，你跟我生活做伙啦。你老子讲我唔敢哦，我一个囡仔都袂留给你啦，规日你嘛无时间照顾伊。Yeah.
回去的，我是帮你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刚才跌倒。啊，妈妈看看哦。哎呦！没事啊，只是膝盖破皮而已，没事哦，没事。你们怎么没有在家里做功课，跑出来了？慧琪说要找你们。对啊，慧琪说要找你们。妈妈，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我跟爸爸只是在聊天，然后沟通而已啊，没事啊。你骗人，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你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怎么可不要你们呢？走，我们回去了哈。没事。你还阁有咧食薰哦？无法度啦，啊都改袂起来。我即摆有食较少啦，一天吼差不多一包啦。为着你的身体好吼，你一定爱把薰改掉。我知影啦，啊不过吼，你叫我莫食薰，迄是比死较艰苦咧。阿爸，你听医生讲的啦，较忍耐。陈医师，请问阮大官的状况，敢有法度改善？需要带伊治疗。哈？莫啦，我袂带伊啦。迄带伊吼无自由，啊，规个拢药仔味，就算讲无病吼，嘛带到破病。食恁糊啦，我歹食啦。啊，你拢不爱食，啊，都无营养，都无体力，安尼身体免哪会好啦？我无体力吼，是因为无食薰的关系啦。医生有讲，你的身体哦，都是食薰食歹去的啦。哼，我真唔信。即摆保守我无伫，你有炸薰无？点一支。好啦，我身躯顶哦无炸薰啦。唉，无食薰哦，我啥物物件拢食袂落啦。啊，物件食袂落哦，我的体力就愈来愈歹啊。拢食袂落去哦。啊，无安尼，我来要变什么？变什么哦？是你上爱食。哎，你去买面哦，顺便买一包粉。我素食吹得好啊。哎呀，阿爸，你若无买粉哦，面嘛要买啊啦。好啦，我来买啦。啊，我睡去哦，我睡得来哦。哎，你来啊！你要去倒位啊？哦，早才会来。我变是没有阿爸吃啦。啊，既然你来啊，我就免去啊。阿爸，我有准备哦，我想听和你讲哈。吉聪，我出来饭菜啊，拢已经用好啊，啊，你先去接囡仔。先算回去吃饭，暗时再来跟我换班吼。哦，好。喂，大嫂，这么晚打电话来有什么代志？这两天哦，我一直打电话给你，啊，不过出来都无人接，害我足烦恼的呢。
我伫病院照顾阮大官。哈？啊，亲家讲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人不爽快，啊，家从家己接起来台北看医生，即马咧住院。那安尼啊？啊，即马状况安怎？讲起话头长啊，啊，总共一句哦，拢是食薰引起的。我看哦，我也是嘴伊吼，转来得难啦。医生讲，搁爱治疗两礼拜。啊，我若嘴伊吼，转来去得难，哎呀，空气好，搁有老朋友吼，会当陪我行棋开讲，我的病吼，自然就好啊啦。啊，不过阿爸，这个医生哦，足厉害呢，啊，真侪人拢挂袂着伊号，咱是运气好，会当互伊看到，当然嘛爱听伊话。踏出这一步，是辛苦还是幸福？最甜蜜的包袱，从来不觉得苦。就像在隧道里彷徨无助，眼前渐渐模糊。我知道继续往前会有出路，绝不能认输。是到底。